晚上好呀，今天吃培根茄汁意面。意面煮熟过一下凉水，培根切片，番茄去皮千丁，等黄油融化下培根，给它炒得焦一点，再放上洋葱，炒软后拨一边，把切好的番茄丁倒上，多炒一会儿炒出番茄汁，加一勺生抽，半勺老抽，一勺番茄酱，一勺黑椒酱，放入意面充分搅拌匀，最后再来个做作的摆盘，意面就完成啦。再来用这些智利水果做个水果酒，橙子、柠檬切片，把橙子片添到瓶子里，再倒入绿茶冻好的冰块、绿茶、雪碧。做这个水果酒一定要用新鲜的水果，不仅非常好喝，还能补充维 C。最后加两片柠檬，先给我自己倒一杯尝尝。来，干杯！